我是那个我在宁波比较适合商场反击，这个就是反击了。我在这里啊，准备吃晚饭，点了一份这个猪拐饭，我已经点好了，准备待会给您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好的，我点的饭已经上来了，这是一份这个土豆饼，这个是送的，因为我是这边会员，相当于是免费吃的。然后这个是猪排饭，猪排居然没有切，有点大，不是很好吃。下面的饭看来还可以，我准备尝一下。好的，我已经吃完了，这边已经一扫而空了。然后这个小票上面是29块，但是因为我是这边会员，所以说只花了14块多，还比较划算的，准备溜了。好的，我已经吃完了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感觉这个饭味道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猪排啊炸得非常脆，非常嫩，肉质非常不错，但是我感觉那个饭有点味道不是特别好，感觉有点一般，然后这个价格还算比较便宜，就是14块9，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价格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。好，我准备溜了，视频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。